这样吧，他刚哎你，Oh my gosh， 简直帅惨了，又白又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英特万博远，我们现在在纯真线下见面会的后台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对 round down。哎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英特万第一次线下的正式的出道之后的见面会。对的对的，对你今天的造型评价一下吧，简单评价一下。四个字，乱世巨星。OK， 谢谢我们的乱世巨星周柯宇。Hi。AK 还有 Licky Malu， 这两天我们在紧锣密鼓的准备新专辑，希望他能够快点跟大家见面。开心吗？开心。这个姿势是平常周柯宇给我拍照的。有在对脚本吗？ Have a check rundown。 对，他说很简单。很简单是吗？很简单。OK， 现在抖音语了。对 OK。 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练习个人技。这个还真是一个个人技能，因为我做不到。你试一下。谢谢。你做的好容易啊。哇，好可怕。这很搞笑的感觉。I can do this, I can do this. 少年的模样你记得。How's it feeling? I'm dancing that I will lose. 你在倒茶吗？等一下那个，等一下那个，就四川，对。格莱美镜头一下吗？开始了，干嘛你？嗨，很有喜剧效果。哎呦，有点，麦到十六上麦哟。哎，有个在麦了。麦到十六上麦哟。那个那个模式是能把字打翻过来。麦到十六麦上麦了，对。好喝吗？三二一，走 ！One, two。还是手表啊？这个又痒又酸爽。一万的林默把我手机偷走，现在不愿意还给我，多幼稚，好幼稚。在米卡那儿，真的。在米卡那儿，他一看就没有在骗我，那个表情，肯定在你这里。你放哪儿了？你好无聊哦，快点，米卡。You, I get back to you. 哎，你看。Oh, so you had my phone? Yeah,、huh? I tricked you, bud. You had my phone. Where's my phone? I don't have it. 我就说了，你相信我。周柯宇，我跟你失望透了。加油，准备哦。哎，集合了，集合了。哎，感觉如何？用这样的方式，有这么多的人直接的是为你们而来。哎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和他们距离更近了。我觉得所有人就这一次的感觉更加的轻松，更加的亲切。你们有小朋友吗？你们有小朋友 ？One, two, three。五平 five。我这辈子没这么过。你莫不知道。
这周刊的探班，然后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就是夏天消暑利器的一些饮品，还有杭州特色小吃。那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小的游戏，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游戏吧。这个游戏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直接来了个大招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刚刚踢毽子最少的成员是赞多。啊！对，真的吗？我想。啊哈嗨啊哈嗨！哦，啊，不好喝。那为什么感觉有点美？我信。哎，我真懂。苦瓜汁吗？对，是苦瓜汁，是柠檬汁吧？好熟悉的味道，但是我讲不出来我在哪儿闻到过这个东西。一口，哦，还行。这个是可以让你不肿的，真的？对 ，OK。我想减肥，减肥，减肥，减肥。你不胖，一起减胖。我自己已经胖，我知道。这个是咱们绿豆糕，绿豆糕。对，糕什么意思？糕是糕，糕就是周慧宇很高。哦，周慧宇很高。哦，绿，不是绿色的蛋糕，这个绿豆糕用日语怎么说啊？啊，蛋糕的蛋糕的糕，蛋糕的糕 ，cake 的 cake， 啊，蛋糕的糕，啊，一起了，嗯，来吧。哎，我们可以聊一下今天见面时的想法。跟上次比的话，这次，我真的很放松，很亲切，又能感受到粉丝给我们的爱。然后我们之间又互相有爱，这才是最好的一件事情。对，非常同意。我也觉得最开心是 Into One 的名字，我们是现在一起。对，所以谢谢大家。糖，丸子，丸子，我是丸子。一开始时候我紧张、我紧张，对。但是我们的粉丝叫我们的名字的时候，对，我可以放松了，OK， 以上，来告诉他，3、2、1，成功，哇，有点，我喜欢，好嘞，好。今天米卡也有话要说，我觉得今天很好玩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第一次粉丝见面会，所以我很开心。
米卡中文也变好了。今天大家很热情， just, 很热情。This is a closure for today， 就有点像是咱们以前就是在创的时候那次见面会。嗯，其实真的有让我想起来那一次。我觉得唯一的一点就是什么？什么改变了？是我们都变坚强了，谁都没有哭。嗯，对。上次那见面会好像大家都哭了。那我哭了吗？完了。突然上升主题啊。然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，刚才听远哥说那个，说到那一段的时候，我觉得挺感动。就是能量场是相同的，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很好，我们也会变得更好。我们给他们的感觉很好，他们也会变得很好。对，他们给我们很多鼓励。那个在，然后还有一个 Into One 的灯牌，我真的很喜欢。之前不是主持人问我们成团前后区别是什么吗？对，我一个说，我就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，我觉得开始很注意自己的言行。身上有点责任感，有责任感。对，成团之前，我以为如果我们成团的话，我会很严肃，但是大家让我越来越放松。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见面会，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他们，然后他们也有我们。How are you thinking？ 谢谢。OK 不。不是，今天很开心，然后因为我们在舞台上一直在继续表演的，但是今天就是很。很放松的一个他们聊天，对，所以我今天要睡得太好。和大家说晚安了，晚安，早点休息，然后好好的迎接明天，拜拜。今天我会见面大家，所以现在我非常非常开心，早点睡觉哟，晚安。今天见到大家很开心，大家晚安。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Thank you, insiders. 晚安。大家，今天我工作结束了，所以今天我走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晚安，范迪康。嗯，今天见面会结束了，跟大家相处起来我非常开心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要准备去睡觉了，跟大家说一声 good night。我现在已经完成我的工作了，那我现在要去睡觉了。晚安，拜拜。都20多岁了，你工作你干嘛了啊？每天晚上就是天天早上也起不来，晚上也睡不好啊，天天搁床上玩手机，有啥意思呀？人生不白费了吗？一定要努力工作，努力学习，加油！好了，祝你们晚安。然后今天很开心，也希望你们可以好好休息。Good night， 班里，おやすみ、ごちそうさま、ごめん、晚安，拜拜，好梦哦。期待下一次能够也正式的和大家在线下有这种见面的机会吧。你们也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好啦，今天的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要去睡觉啦，晚安。腾讯视频搜索 Into One， 记得订阅哦。